Folk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又有一口，我今天在拍妞妞的大片。我的个性其实还蛮多元的，我可以很可爱，我也可以很有个性。我觉得我可能是一双高跟鞋吧，就是我不是一个能常常用到的一个单品，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走一个很正式需要气场的场合， I got you。 平常可能是非常休闲慵懒，但是正式起来必须要很帅气。我的兴趣发呆啊我其实是一个蛮极简风的人，所以我的包包通常都很小。这么小包包能装什么东西呢？首先当然我的悠游卡，因为我要通勤，两包饼干，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护唇膏，因为随时要保持嘴唇的湿润，再一条护唇膏，因为万一另外一条搞丢了。香水，因为有时候我不太喜欢洗澡，怎么样？然后最后阿弥陀佛但是这个包包都全部都装得下，不觉得它长得很像 emoji 里面那个粉红色的小